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梁一辉，欢迎收看时间做手。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不管做票也好，做期指也好，其实都可以很简单，但是一定要有领先而且可以实战性技术。就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当我们拥有新金流观念的同时，不用再像过去一样死抱活抱，也不会像过去样有满手套牢股票遗憾，只要跟着新金流观念，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很自然的就可以创造出比标更标获利。但是很多的朋友股票一做很辛苦，到底原初在哪里？就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常会遇到很多致命关键，包括操作股票过程当中，股票套牢常不会去停损，常常让自己的股票会越套越深，股票呢总是会爆上爆下，资金的运用没有效率，而持股过于分散的结果到最后会非常难管理。更重要的，会多不会空，行情只能做一半，所以每次当行情下跌的时候，只能注定套牢或是赔钱，进出没有证据，只能用猜的，甚至呢，买卖点才会慢了半拍，常常让自己的风险会多出更多来。因此呢，就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操作股票最好的方式就是赚它最好赚的一段。那为什么所有操作一定要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很简单，因为他们操作可以赚它最好赚一段的同时，在资金效率部分就不用去等待当股票盘整时间，所以绝对不会像过去一样常常会浪费很多时间在等待一当股票上涨，甚至呢，他们可以赚它最好赚一段的同时，风险绝对会变得更小，因为我们就不必要去承担任何股票回档风险，所以也不会像过去一样常常做到最后会有大赚变小赚或小赚变套遗憾。甚至呢，这样的操作方式会让我们自己的获利会变得更大，因为我们所有操作只会专注在获利最快这一段，也不会像过去一样做到最后常常没有获利还是要继续抱着。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当然我就是要想尽办法让各位资金活起来，而不是躺在这个地方变成一滩死水，资金一定要做到最有效率的运用。而这个系统呢，100%是我自己原创的，包括程式的部分也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完全不需要委托外面工程师，这市场当中其他软体绝对做不到的。而在进场之前呢，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交位一次的各位，我今天赚最好赚的，因为资金效率才高，就是因为操作有把握，所以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100%资金，多空人双向获利自然就加倍。就同你说眼见平的事实，也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金流是一样的，跟着新旧观去做，手上一次只需要持有一档股票就够了，而且每一笔大进出一定都是100%资金，一定是100%资金买档，一定要100%资金卖掉一档之后差钱换下一档，不是吗？就是要用最踏实的方式一步步做下来。从5月15号到今天一个月的时间，100万透过金流力量已经帮自己创出164万利润了，2年1000万呢，透过金流力量也帮自己创出1640万利润。但是再回过头想一次，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如果还像过去死抱活抱方式做股票，甚至呢还在用不能实在软体帮自己炒股票，到底帮自己创出多少报酬？因此呢，就在节目当中会常提醒各位的，我说过去一条路如果一路走来都走得很辛苦也走不通的时候，
此时此刻就该换一条路，换个方法走的时候了。就同每天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精油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14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40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14号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祝融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4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千万赚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祝融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再一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是 4.3 万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是 4.3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就同你所看到事实，单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1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是 4.3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16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做手系统。我们只是把时光回溯回到16号这一天，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一期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1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千万赚钱放口袋，再把资金转买一期这样票，赚它最好赚一段。 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次的坐在轿上面的边台，短短的4-5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 30.8 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2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30.8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事实，单单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报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要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当你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16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了 30.8 万，系统告诉我们已经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放口袋，接着换股再报酬。问题是
26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很简单，全部交给作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26号这一天，操作可以非常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台药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6号，也就在这一天哦。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台药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了。再一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三天两头，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抓出是6.5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所以呢，这样票当然也不是例外，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的一段，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18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是6.5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一段，所以跳开高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再一次，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大量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到最后会像过去一样的报上报下。又浪费了2天时间，但是当拥有现金流观念，赚钱速度可以再一次往前加快，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就同你所看到的，在6月18号这一天，这样票100万赚的是6.5万，系统告诉我们，今赚完最好赚一段，先把赚到钱发口袋，接着换股加报酬。问题是28号这一天，我们该把资金再换到什么样的身上？还是一样交给作手系统。我们只把时光回溯，回到28号这一天，操作可以很简单、明确易懂。很简单的按一键选股多，一样是资金选股。3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再把资金转买世纪钢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一起来看，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28号，也就在这一天，系统告诉我们，钱包赚钱，发口袋，再把资金转买世纪钢这样票，赚它最好赚的一段。K 线丑丑是要赶快买，再一次的。坐在轿上面的平台，短短的1天2天，你的100万不是也帮自己创出10万的利润吗？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也就在节目当中该跟各位分享的5个金流而已哦。事实上，从6月13号到今天11个交易时间，你的100万透过新金流观念已经帮自己创出81万利润了，而你的1000万呢，已经帮自己创出810万利润了。但是到今天，还像过去死抱活抱的方式做股票吗？还像过去不能是在软体帮自己炒股票吗？当然，很多投保在市场当中都会非常想要知道，如果用最短时间可以帮助自己把资金做翻倍，而在市场当中要做到最短时间翻倍并不难，但做法一定要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所有操作一定要完全做到，敢买敢卖敢换股，所有操作资金一定是百万资金，集中操作大量票。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是分批加码分散个股，而每一档股票一定要坚持赚最好赚这一段，也不会像过去一样只能消极死抱不抱手上的股票，一直要等它上涨，甚至呢一定要领先市场最好赚买卖点，当然也不会像过去一样进入时机常会慢了半拍，而跟着作手系统去做，所有操作一定是百分之金集中操作档票，加上严格风险控管跟领先市场买卖点，才有办法帮助各位把财富快速累起来。很多投资股票会做辛苦，是因为没有办法掌握住最好赚的买点，
当一档股票没有办法掌握住最好赚买点的同时，或像过去一样，常常必须要买在前面，要等着它上涨。可是，一等不知道等多久时间哦，非常辛苦，也很浪费时间。因为总是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做追价，而追价结果你所承担的风险当然就非常高了。而跟着做手系统，简单而且明确，我们要找的买点永远一个阶段只有一个，就最好赚的买点。那我们怎么把最好赚的买点找出来？很简单，就同这张票在这一天。当我们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一个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绝对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买点，而且是微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下，当然我会员说，所有会员只有一个做法，一定是百万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赞发生。那为什么一定要买最好赚买点？因为买进之后，在最短时间之内要把获利实现出来，不是像过去一样用等的方式去等待一档股票上涨。更不是像过去一样，等到大涨一段之后再去做追加，所承担风险当然就很高了。而且呢，一定是百分之资金买进，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对于买点没有把握，一档股票只该买个一成，纵使你买对的股票，也会买不多赚不多。所以我强调是一个精确跟资金的控管。如果你的资金的控管能做百分之百资金的投入，能做到精确的话，你所承担风险会变得比较小，然后呢，获利会变得非常的大。那相同的，每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强调股票，因为每档股票都可以是我们赚钱的工具，因为我们拥有是赚钱的办法，包括这一档股票也可以来帮我们赚钱。就同这档股票在这一天，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一个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买点，而且是微微买点。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下，当然还是一样。百分之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赞发生。所以做股票可不可以这么简单？当然可以这么简单，一样不需要等待前面整理的过程，一样不需要等待大涨之后再去做追价。要买就跟我们一样，买在最好赚的买点。那相同的，也就同跟各位分享的，当你有做手系统，同时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机会，自然你不用去追前面大涨的股票。当你错失了前面所有股票，你每天还会有另外机会，因为别忘了。我们是掌握是赚钱的办法，所以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强调，绝对不是股票本身，而是一个赚钱的办法，持续不断去做，让好事一天一天不断的一直持续的发生。所以呢，当昨天才能拥有做手系统的同时，那怎么做还是一样，昨天也是有另外一个机会，就同这张票在昨天，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我们所有会员都看到同个事实。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买点，而且是微微买点。所以我所有会员还是一样，百分百资金买进，那好事很赞发生。那我所有会员都跟我看到买点一定都是同一天，不会早一天，不会晚一天，因为我的系统是完全没有参数可以改，就这么简单而且明确。也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我永远只相信只有客户获利口碑才会最好行销，其他都是多余的。但是想要跟着新金融观念超出比标跟标获利并不难，你现在签约只是一个亲身体会领先实战新技术的机会而已。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现场。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线02-2389-8029，02-2389-8029。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启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发现财富的钥匙。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咨询线02-2389-8029，02-2389-8029。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各位投资朋友，欢迎回到现场。就同跟各位分享一样，当有做手系统去做期指的同时，正着一口单百分百当冲，
完完全全没有流长压力，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就同这个地方的结果一定是一口单赚赔价总结果，就同你所看到的台指06一个月过去的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1892点，07呢四天过去的挣这么多负这么多，正负加总之后一口单可以挣206点。当然今天跟着系统去做，好事一样再次发生。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37点。但是很多投票指数会做很辛苦，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做指数的过程当中常会遇到很多致命关键，而这些关键包括遇到盘整盘常会被多空双杀，市价追单有严重滑价问题，在进场之前没有办法先把停损停跌位置先把它规划好，所以操作上面常会慢了半拍，甚至呢你所使用的软体买卖点讯号会消失，还有太多参数模组周期不确定的情况下，要让会员自己去猜的情况下做起来当然就很辛苦了。但是跟着做手系统去做会变得简单而且明确，在进场当下系统就可以立即去显示进场停损停利，上交位一次都会先给各位，周期固定十分线做当冲，全数定价100%不有滑价问题，每一天每一笔我都会跟各位对价对时，赚的赔的会全部跟各位分享，没有参数可以设，这个模组简单明确，全部不用会员自己猜。也就同你所看到的，今天跟着系统去做，你会做两笔对两笔，一口当冲呢可以挣137点。那相同的，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今天每一笔价讯号。接第一笔价讯在8:55的时候，是一个延续盘同步做多讯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这个是昨天的最后一根 K 线，本来在灰色线上，这今天第一根 K 线也在灰色线上。那昨天多，今天也是多，当然就是多方延续盘。但是我说过，8:55你要看一下上下颜色都是红色的，所以收盘收定，我们当时的收盘价也就是16916去做多，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一根 K 线最低来到16865，所以定价100%全部可以穿成交。但是也绝对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各位规划的压力区，一口单挣39点，记得把它放口袋。那今天第二机会在哪个位置？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趋势盘同步做空讯号，还是一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一起来，就同你所看到的，当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本来在灰色线上变到灰色线下，线上变线下是转折，线下是绿色，同步当然还是做空。所以收盘收定，我们直接设收盘价，也就是16833去放空，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下根 K 线最高来到16838，所以定价100%全部差成交。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一旦只要来到系统中帮可以规划支撑区，一口单挣98点，记得再把它发口袋。也就用在节目当中才跟各位分享的，当拥有领先实战新技术的同时，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我们明天再见，拜拜。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